Hello， 我是子云，这里是我的最新课程《吉他从零开始》系列的进阶篇。Fingerstyle 已经是木吉他最主流的表现手法，它独特而且巨大的魅力就在于仅用一把木吉他，同时演奏吉他的旋律、bass 的根音，还有鼓的节奏部分，只要一出手。无论是在视觉或在听觉上面，都很容易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在这次的课程当中，我为大家编写了一首示范歌曲《Little Treasure of Mine》。在这首歌里面，我融入了大量的 fingerstyle 指法，还有各种常见的打击技巧。我会提供各位最完整的六线谱，并且用左右手独立的画面来做说明，把复杂的技巧简化成简单的练习，一小节一小节逐步的带着大家来驾驭这首歌。课程结束之后，经过充分的练习，你不仅能够顺畅地演奏这首歌曲，当在未来碰到类似的歌曲的时候，在学习上面也会变得更驾轻就熟，甚至你也可以用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的概念还有各种技巧来进行你自己的 fingerstyle 创作。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你的吉他，跟着我一起享受 fingerstyle 的乐趣吧。